你哋四个边个系大佬啊？大佬，早二十几年前咧，我同阿麦家咧相识噶啦，因为嗰时阿麦家嘅阿妈同埋我阿妈咧系老友记嚟嘅，佢哋喺老人会成日啊唱下歌啊，玩下音乐。咁佢麦家嚟到纽约咧，就去探佢阿妈，咁啊佢阿妈介绍俾我识。佢好孝顺噶，佢对佢阿妈好噶。佢一去到老人会咧，佢买啲点心啊、包点啊、咖啡啊咁。去老人会，俾啲老人家食噶，个个啲老人家都好认识佢，好喜欢佢嘅。你同佢饮茶咧，佢真热情噶。咁佢嘅作风咧，翻嚟咧又讲下台山话，讲下笑话。啊，知唔知嗰时咧好兴呢啲嘅？I love you。你需要帮忙。